今天选选是故意穿这样的吗？我们刚刚得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这位选选有男朋友，而且他男朋友不止一个，他男朋友三个，胃口非常大。那我问一下，老外你可以接受吗？不行，因为他们有点大，我有点小，尺寸不合。那这三个男朋友是互相知道对方的吗？不知道。你喜欢被扑倒还是去扑倒对方？平常是喜欢被扑倒啦，可是如果喝醉的话，我会喜欢扑倒对方。那这最近的扑倒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8个小时前。这段访问8小时前才刚被扑倒过一次啊！前戏和后戏，你觉得做足哪个比较重要？我觉得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个人是需要东西让我兴奋，可能什么 XX 之类，或公骂的蜡烛什么的。那你平常有在玩玩具吗？超爱。所以你喜欢就是稍微抚摸一下，玩个玩具就开始了。也不用抚摸，就直接玩玩具吧，我可以自己带。那就玩到自己，让他嗨这样。就是边弄边玩，边玩边嗨。就先可以先认识。欢迎来到紫色围区，我是北区老蔡。今天访问到一个非常辣、非常漂亮、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美女，欢迎我们的美女。怎么称呼你？怎么称呼你？萱萱。萱萱今年几岁？我是都跟别人说我38啦。为什么要骗人家你38？因为我喜欢看起来比较老一点。哦，所以你会故意吓人家？那实际上是19。真的假的啦？不要骗我，很单纯了。26。那已经出社会的工作了？算有吧。做什么工作？酒店干部。超适合啊！不是啊，不是，帮我们的网友问一下，什么星座？天秤座。天秤座是一个很古怪的星座哎。啊，可是天秤座通常都长得蛮好看的。真的，真的。对，个性又好。天秤座出美女啊，出帅哥。真的，这个是真的有根据的。真的有啦，我自己觉得有。有根据的，对不对？今天选员是故意穿这样的吗？算吗？就是、你是不是心机很重？也没有啊，就是。今天我朋友生日来，然后我很少出现这种场合，所以想要穿一下。可是平常我蛮男生的打扮。可是重点是你朋友生日，他穿的比较像寿星，他今天穿的像来庆祝生日。对 ，Hello。男生生日。制造一个福利给他。对。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奶狗型，长相，可是个性不可以。长相奶狗是怎么样？明星哪个明星你是比较接近你喜欢的奶狗类型？目前想不到。到底？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，然后我有喝。那韩星。小时候喜欢过，我现在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满脑子是我男朋友。好，他现在直接间接的告诉大家他有男友。那我们先紫色围区宴结束。我们刚刚得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这位萱萱有男朋友，而且他男朋友不止一个，他男朋友三个，胃口非常大。OK， 那这三个男生通通都奶狗型吗？长相是，个性不一定。那我问一下，老外你可以接受吗？不行，因为他们有点大，我有点小，尺寸不合。那萱萱呢？就是你应该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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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男生在追求喜欢的吧？还好。很多啦 ，my gay 啦，这么辣。很多男生会。第一眼看到我喜欢我，可是相处之后就还好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常来 LAMP 吗？不常，我大概上一次来是10年前吧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哦，可以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你，然后访问你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的紫色围裙月我早就知道了，然后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开，然后第一个什么主持人就是嗨主嘛。哦，他真的有看哎。好，既然刚刚璇璇有讲了，我也很好奇，他说他有三个男朋友嘛，那我们就问一下，这三个男朋友是互相知道对方的吗？不知道。所以你就是同时进行三个？他们三个互相不知道，我也还没认识他们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给过吗？给过了，好了，给过了。哦，好危险哦。哎，那个。我的目标是三个，目前只有一个，欢迎，还有两个名额。璇璇在玩火啊，璇璇，别玩火啊，璇璇。我跟你讲，璇璇真的太辣，太性感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在访问这个过程呢，我看经过的男生都在看他。你喜欢被扑倒还是去扑倒对方？我喜欢嘛，我平常是喜欢被扑倒啦，可是如果喝醉的话，我会喜欢扑倒对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萱萱感觉就是蛮特别的，他只要喝酒就会变身，喝酒就变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就是喝酒就会扑倒对方，没喝酒希望对方扑倒你。那这最近的扑倒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8个小时前。
你就别太过分了吧，你就别太过分了吧。好，八个小时前哦，这段访问八小时前才刚被扑倒过一次啊。接下来第二个问题，前戏和后戏，你觉得做足哪个比较重要？好，前戏跟后戏哦，我们选选觉得哪个比较重要？我觉得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个人是需要东西让我兴奋。东西是指什么东西？可能什么之类，或公妈的蜡烛什么的。吃这么重口味？因为一般的情趣蜡烛是冷的，我已经满足不了我了，我要拱拜拱马的那种。意思就是，比如说要逗弄你，让你很嗨，是可以不用别人逗弄我，我可以自己逗弄我。那你平常有在玩玩具吗？就是可以，可以讲啊，有在玩吗？有啊。超爱，超爱玩玩具。所以玩具会让你带来很棒的感觉，就对了。我现在是严重到我没有玩具做不了那件事情。哦，所以你希望就是你男朋友在跟你做那件事的时候，要期待玩具，就对，配合你的玩具一起玩这样。我可以自己带。那就玩到自己让他嗨这样。就是边弄边玩，边玩边嗨。我靠！我傻眼了，我真的访问不下去啊！我们都已经吃到了萱萱的口味了。这个问题我觉得太棒了，当最后一个你太棒。分享一下你个人的。秘籍吧，来，我请萱萱为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从来不口爱，所以不帮对方服务的。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尿尿的地方，我为什么要去吃你尿尿的地方？有个性，我喜欢。我也不喜欢被吃，因为我也觉得那是我尿的地方，你干嘛要去吃我尿尿的地方？所以你喜欢就是稍微抚摸一下，玩个玩具就开始了。也不用抚摸，就直接玩玩具吧。就是玩玩具就会比较有感觉，然后就可以做那件事了。对对对，我到最近才知道，好像很多女生跟男生好像看这件事情，好像只有男生会自己做，或是女生不敢看。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跟男生一起超棒，是一个情趣就对了，就是跟男朋友一起看，然后一起做那个事情。对，就是其实不是只有男生会有感觉，其实女生看也会有，只是现在女生都什么年代的女生还这么保守，不敢看。我觉得 no， 就一起看吧，一起看一起爽。哇，我觉得萱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，而且非常直爽直接的人。那我跟你讲，她这种女生的，真的很多男生都会喜欢，一定跟她聊过天啊，认识一下，真的受不了，因为她真的太多那个想要让人家征服的地方了。那也非常的开心，今天可以访问到我们的萱萱。那还有两个名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萱萱是不是应该可以等一下留下自己的 IG， 让大家认识一下你？好啊，可以。哦，福利来了！但是跟大家讲，要认识萱萱一定要有礼貌，不可以乱来哦，他不会理你。要哇，如果有优先想要认识这个萱萱的，这有就先可以先认识，优先认识权这样。XUANPEILEE， 我跟你讲，在场他们都记得住了，这些帅哥都一定会记住的。好了，我们再次谢谢萱萱带来这个精彩的访问，谢谢他，谢谢紫色文轩，下次见，拜。